真没想到，谢延奇这小子居然来这么一手。他不在父皇面前直接回答问题，反而在父皇面前卖了个乖。事已至此，王爷息怒。皇上虽然认可了三王爷的想法，可并没有恩准其前往西南岸的计划，这就说明皇上还在犹豫，此事还有转机。你不妨亲自前去，若是皇上准了，那便是大功一件；若是皇上不准，哼，那就让他谢延奇去吧，到时候哼，可就怪不得我们了。哼，舅舅的意思是，此去必是微服，此到西南路途遥远，林间多有瘴气，蛮族横行遍地，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。啊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说王爷，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，到底想好了没有啊？王爷，西南地处边陲，民风彪悍，要是查案我去就行了，您不必以身犯险。以身犯险是小，怕王爷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？啊，独孤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快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呢。独孤参见王爷。回来就好。刚才听你的话，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。我想先问一句，王爷此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，是不是故意在躲避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？当然没有。独孤跟随王爷这么多年，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，一旦被说中心事，就是这个表情。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，王爷决定前往，我以后定跟随左右。那可不行，你大婚将近，不能擅自离开的。再说了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啊，哎呀，呸！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啊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。嗯，秦柔说的对，你与嫣然大婚在即，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。就是啊，你们早一天成亲，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。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，且行且珍惜。嗯，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，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。王爷若有你的陪伴，我大可以放心了。嗯，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我们此行前去办案，又不是游山玩水。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。你们听说过金田一吗？你们听说过柯南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些我在老家全部都看完了，你们听过吗？真相只有一个。王爷，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，她鬼主意多，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。好吧。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可以帮你们易容。哦，对。也罢，算你一个吧。可是，父皇尚未恩准，能否同去，还未可知啊。哎，记得上次我要吃那个叉烧包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，不然在路上我万一饿了，我又吃不着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我想想啊，反正把好吃的全部都得打包。父皇，儿臣想前往西南彻查贡品被劫一事，望父皇批准。你想明白了？儿臣一时糊涂，只想让天下的百姓共沐皇恩浩荡，却没有细心想贡品被劫的细节，是儿臣的失职。三弟他心思细腻，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，但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，何愁我江山社稷不繁荣昌盛呢？嗯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，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。你母后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，处处为你辩解，希望
你不要让他失望啊。贡品的事情就算了，我刚刚准了你三弟，让他亲自为府查明真相。可是父皇，我……好了，你下去吧。那儿臣告退了。来，一号，一号，哎，我是一号，快快快，我是一号，有经验的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呢考的是你们的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，那你听好了，第一题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啊啊？问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蚕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？不知道，这不知道，这么说，不知道。哎，因为蚕宝宝会节俭。哇！哎，那第三题啊，两个人同时掉进海里，一个人叫小明，那另外一个叫什么？当然叫救命了。哎，你这太笨了，这题谁能第一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第一最懒惰，第二最勤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不做二不休嘛。第二个问题，麻雀一直叫个不停，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叫呢？这个，哇，压它一下。鸦雀无声嘛。啊，我也问一个，我也问一个。哎，这怡红院呢来了三位姑娘，可是老鸨呢只需要一位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凉拌。跟您开玩笑呢，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。然后呢，这个老鸨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让这三位姑娘呢从一锭银子面前经过。第一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把它藏了起来。然后第二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捡了起来交给了老鸨。这第三位姑娘看到银子立马跑去找老鸨，老鸨还把银子分给她一半。你说老鸨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？第二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人品好啊。再想想，再想想。那就是第三位，因为她有眼力劲儿啊。废话，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、身材最标准的那个。这哪来的？这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，还有德性干嘛？整顿风气呀！哎呦，真不愧是在那里生活战斗过的，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！你不信呐？你不信，随便找几个老鸨问问，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。他说的呀，是对的。太奇怪了，哪有这样出题的？确实，还能按号。走。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，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。纳斯达克不是梦。哎，你给我演示一遍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。全场二十文，只要二十文，手绢二十文，皮包二十文，全部都是二十文，只要二十文，二十文你买不了吃亏，二十文你买不了上当，快回进店选购吧。怎么样，可以吗？相当可以啊。给你32个赞。此行我路过杏花村，刚好带了几坛好酒，首先预祝王爷在朝中一切顺利，今天你我不醉不归。好啊，来尝尝。干一杯。请。好酒啊。独孤，你知道吗，今日父皇准奏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完全不同，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。哎，哪里，不过今日朝上二王爷主动请缨，却输给了王爷，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，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。哎，来，再干一杯。王爷请。其实啊，你们都不了解二哥。二哥这个人心胸虽算不上开阔，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。小的时候他对我非常之好啊。可是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，原本当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，任凭是谁都不会不起邪念的。来，干杯。真是想念大哥呀。干干干。再喝一杯。我跟你说，这单考官的感觉可真爽啊。你别说，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。那可不是，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，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线，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交给你个任务啊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以后呢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，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血。哎，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。哎，没错，我觉得啊，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，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和 VIP 客户什么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王爷。陈柔。王爷非要见你一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什么味儿啊，臭死了。慢点。独孤园他不能喝，你就别让他喝嘛。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。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朝理事吗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啊，对了，青柔，王爷住在这里，那你今天住哪儿？这个，有了。放心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天色已晚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呀，自有安排。宁青柔，你可真行，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。现在是古代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有什么的呀，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七八个人都一起住过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个男的呀。哎，谢延奇倒是男人，喝那点酒就醉成那样。哎，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好吗？哎呦，这就护上了。我哪有啊。但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，你可别袖手旁观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啊，快点睡吧，我困死了。晚安。哎哎。大胆！未经本王允许，谁把我的帷帐换得如此艳俗？来人呐！王爷，别找了，你家小姐不在这儿。对了，
吩咐后厨给本王煮点醒酒汤来。是。王爷，这你病情扰，王爷昨晚睡你这儿，那你睡哪儿啊？要你管，我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？我想学学卧薪尝胆不行吗？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？当然是假的了，你不是告诉我把这里当自己家吗？于是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。哟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，景柔姑娘这么做不太好吧？他，他不是男的。哎，我，他分明不是什么？不是男的。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，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再插上一刀了。哎呀，乖乖，王爷，我啊，好了，这哎呀，哎，你说这年头。男人难做，女人难做，哎，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，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！都说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。青柔，我看你以后啊，还是得小心点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，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，任你随便选，还不行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。哎，你说我做一件什么呀？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？瞅你那小家子气！哎，给我倒杯水，喝茶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小姐，喝茶，这是我刚泡的龙井。对了，小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上上香。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？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符，顺便什么？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？好啊，我正要说的是，你想得好，想得妙，想得呱呱叫。最近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，强身健骨，陶冶一下情操。你这个想法不错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叫门房准备马车，我们去法门寺。哎，不，我们不去法门寺，我们去清源寺。清源寺，这帮古代妇女是有多无聊啊！一年到头的搜秀活动，除了花卉就是花卉哦，还有上香，这么没意思啊！好了，走吧。小姐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？城里的夫人小姐都愿意去那里。那里香火鼎盛，寺外也很热闹，什么香囊啊、手帕呀，都比别的地方雅致多了。还有小姐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帅哥也多，哪像这里呀，又远又没意思。你懂什么呀？真正修行的人要那么热闹干嘛？你看看这儿，环境清幽，意境高远，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。高远？哪里高远了？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，叫大隐隐于市，小隐于山。照这样说来，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修行的厉害呀？哎呀，你还学会顶嘴了。我其实呢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，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都是他搞的，我看呐，十有八九跟杜隐是一伙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世道上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骗子最多了。哎，走了。你又饿了？对啊，那咱就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。哎呀，别着急，他这个菜啊，一板一眼，毫无特色，我都已经吃腻了。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？三岁开始到现在，你算一下。你怎么三岁就进来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，三岁的时候吧，我得了重病，
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钱给我看病，恰巧这个时候来了一位高僧，说我原本就是什么佛祖座下小童，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就能平安无事，所以我的父母就把我送给他了。哎呀，这封建迷信啊，真是害死人，真可怜啊他们。两位小师傅，施主好。请问你们的师傅今天在寺里吗？我们师傅今天不在寺里，他去忠义府念经去了。哦，不在啊？那我找你们好了。我呢，为了参加美食大赛，专门研制了一种绝门的素食手艺，不知你们可否帮我尝尝呀？来，尝尝吧。好吃吗？哎，你们别光顾着吃啊，我家小姐问你话呢。你们师父名气那么大，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，你们作为他徒弟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？而且你们这个领域发展前途那么好，但是竞争也相当的激烈啊，那你们觉得是竞争多一些呢，还是机遇多一些呢？照这俩小和尚说，看来真是悬空搞的鬼啊。回来了。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香没个一天半日根本回不来，你为何如此快啊？我能是一般女子吗？哦，不是吗？那当然了。那我倒要试试，跟我来。哎，干嘛呀冰块脸。哇，好漂亮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妨猜猜看，若是猜中有赏。不是叫追风就是叫踏雪，要不就是惊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叫追风？这么大众的名字用脚趾甲盖想都能想到。这匹小红性情温顺，非常适合女孩子骑。小红？我去，你竟然叫他小红，这么 low 的名字。low？ 哦，对了，你会骑马吗？我当然会了。哇，哎，冰块脸，我给你唱歌啊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哎，什么？你换洗衣服带了吗？带了。那个生活用品带了吗？带了。好吃的呢？带了。卫生巾带了吗？卫生巾？啊，这位小姐，麻烦您稍微把自己当一下女人，也把我当一下男人好不好？不，我就是挺想念他的。我又不知道做女生是否应该自由点。儿臣此番西南之行，山高路远，这次是特意来向母后告别的。儿臣此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必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望父皇母后不要担心。我听说你舅父前不久送你一位女子，不如这次把这位女子一同带上服侍你吧。青柔虽聪明伶俐，鬼点子多，但温柔小意，尽心尽力的服侍却不是他所长。母后，儿臣能照顾好自己，再说情由很好，儿臣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服侍。每次说你都有一堆的话等着我，你就当是对你舅父有一个交代吧，毕竟也是你舅父对你的一番心意。你把他带上路，愿意放哪儿就放哪儿，还不行吗？母后所言极是，容儿臣再考虑一下吧。
现如今啊，你们都大了，都有自己的主意了。刚刚我让太医院给你配了一些防御伤寒和治疗外伤的常用药，你把它带去吧。真相虽重要，但也不及你的安危啊，安全重要。儿臣谢过母后，母后保重，儿臣告退。去吧。别起正点，哎，王爷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皇上皇后娘娘身体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母后给我准备了一些配好的药，还嘱咐了一些话。你们收拾得如何？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特权阶级就是好啊，什么事儿都有人帮你准备，哪像我们呀，事事都得亲力亲为。青柔，我今日入宫，母后说。说什么？说让你在路上好好照顾我，还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她带的？母后乃一国之母，哪会缺什么东西？就算是缺，下面也会有无数人帮着想办法。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就是好心嘛，不刻薄能死啊！真是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们收拾东西了。明天还要早起呢，我们可不像某人，事事都有人伺候。赶紧走吧你。早些休息。尊上，双儿还是觉得谢延琪此行应该跟随于他，大不了扮成丫鬟婆子之类的。你们都走了，就剩双儿一个人，双儿也成不了什么事啊，您说是吧？你放心，我早已安排好了，今天皇后叫三王爷入宫，就是安排带你一起走的事，随后就有人来通知你了。连皇后身边都有尊上的人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只要记得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双儿知道，自从那一日你在凤凰楼救了我，还帮我当上了花魁，双儿就知道，双儿心中也是有尊上的。你想多了，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。舒儿不会忘记尊上的恩德，舒儿此生都只是尊上的人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都不是外人，别这么送来送去的。殷青柔，王爷没跟你说吧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西南了。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而且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。就你，我就呵呵了。别人不照顾你都烧高香了，你还照顾别人？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，关键是这是王爷的意思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启程吧。男人的话果然跟母猪上树的传言一样不可信。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。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？斗地主。好。殷姑娘，斗地主为何物？双生又为何物？这斗地主呢，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，就是三个人玩的游戏。其中有一家呢是地主，另外两家合力击垮地主。出牌呢可以出一张，也可以出两张。三张一样的呢可以带一张或者两张。然后那个四张一样的呢就是炸弹。两张王牌呢是最大最大的牌了，是最大最大的炸弹。哎，阿果，双儿，
你们不用听吗？一会儿别被赢得哭鼻子。这个，情书之前教过我。嗯，我虽然不怎么会玩哈，但是稍微了解一点儿。我跟秦柔家离得比较近，会玩一点。我们都玩得不好了。对，我们玩得都不好。是不是啊？哎呦！为何会如此打扮？成何体统？独孤远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。嗯，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多年都白活了，这剧组也白混了，玩斗地主输给了一个古代人。王爷，看你也挺闲的，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吧，可好玩了。当真如此有趣？嗯，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。像王爷这种人，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？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。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，忠于民，忠于心的人。你说王爷他会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依我看，你是怕输给本王吧？切，激将法，呵呵。行，我就是怕输给你。怎么着，打我呀？我还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呢。你，禽兽！好了好了，算你一个。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，要愿意赌服输的。什么叫算我一个？本王还不稀罕呢。王爷，真小气。哎，王爷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跟我们这是什么气呀？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。也罢，赢了他们，看他们还叫嚣。走，哎，炸弹！不玩了，真没意思。哎呀，舅舅，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好让我早些出来迎接呀。不必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舅舅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好想了一下，如果现在动手，是不是太过明显了？王爷不必多虑，我们当然不会在他刚出京城的那个时候动手，我们是等他路程过半的时候再找机会。况且我这次安排的人，生意相貌都更似滇藏人士，以便于被我们假货。舅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。王爷，切勿优柔寡断，做大事者当断则断，否则必受其乱呢。那就依舅舅所言吧。嗯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爷，我还要再提醒一句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王爷要少花心思在女人身上，红颜祸水啊。是是是，舅舅教训的是，本王知道了。管得够宽的。哎，今天趁着人多，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。好啊好啊。大胆！你二人怎可如此轻率？杀人乃触犯国法，怎可以游戏成之啊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不是真的杀人，而是那种审案型的游戏啊。那也不可。究竟是何游戏？
名称如此凶险，真无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呢，每个人都讲一个鬼故事，趁着这夜色，多刺激啊！好好，我先来，这个最在行。让我给你们想一个灵异一点的智力型的问题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就你事儿多，听着。在一个县城里呢，母女三人相依为命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母亲突然离世了。在亲戚的帮忙下呢，他们办了丧礼。可是呢，在丧礼上，妹妹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哥，并且对这个表哥可谓是一见倾心啊。一见倾心？嗯，晴柔，你搞清楚好不啦？这可是恐怖故事，不是你看的那些言情小说。就你事儿多。真是天啊！可是葬礼还没结束，表哥呢就不见了踪影，表妹啊就找啊找，总是找不着。她呢日思夜想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消瘦了许多呢。突然，你要吓死我啊！突然呢，妹妹有一天拿着一把刀，一刀，一刀，一刀。把姐姐亲手杀死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？切，这个故事确实曲折离奇，匪夷所思啊。阿光啊，你先说。我觉得这个妹妹不是个疯子，就是个变态。No no， 丁慧莲，你说。依我看，这个妹妹应该是认为表哥喜欢姐姐，所以心生妒忌，才下此毒手。也不对。独孤元，那你觉得呢？阿广和三王爷说的都不对吗？都不对。在独孤看来，这位姑娘一定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不用头脑之人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想，啊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莫非是那位妹妹一直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哥，而苦无对策？她只知道上次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见到他，所以她误以为再办一次葬礼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表哥了。我本以为，从网上看到的这个测试犯罪的题目，他们这些古代人肯定猜不出来。可是独孤元竟回答得如此清晰，轻轻松松的，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真猜不透的。那么，晴柔，独孤公子说的对不对呀？是对的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么腹黑的答案你都能想得出来？这算什么破故事？如此阴暗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罢了，这故事实在过于阴暗。本王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那在下也告辞了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哎呦，尹晴柔，你这么做暴露年龄，知道吗？干嘛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，都快吓死人了。昨晚那道题本王并非答不出，只是本王精神欠佳，无暇思考。你可以多出几道题，本王一定答得出。原来是这事儿啊，我告诉你别逞强了。难道你以为本王的聪明才智不如那独孤吗？有些问题呢，不是答上来才叫好。世间岂有此种道理？快出题吧。
哟，我们三王爷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没有。你脸都红了，还说没有？你若是不肯出题，就算了。哎，你，爹娘，嫣然给您二老奉茶来了。哦，好。尹将军好，尹夫人好。好。尹将军请喝茶。好好好。尹夫人请喝茶。好。嫣然呐，来，来来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我这准媳妇儿。好，好，真是个好姑娘，跟我这傻儿子配呀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娘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么折孩儿的面啊？我呀，一看到嫣然，那心里喜欢着呢。谢谢尹夫人。这个晴柔啊，跟着三王爷去了西南，都这么久了，我这个做义母的心里头啊，牵挂呀。浩儿，哎，最近有他们的消息吗？娘，近日孩儿没收到王爷和晴柔的消息，但是有独孤元和李章在，您就放心吧。嗯，是啊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这驿站呢，过几天会有消息的，啊！我这心里面呢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娘，您就不要过多担忧了。您要是觉得烦呐，就让嫣然陪您出去走走。是啊，尹夫人，要不嫣然陪您出去走走吧？最近天气不错，正是出游的好时机呢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们走吧。站住！少儿，少儿，少儿，少儿。